如果说我把球打到这一侧，这个后卫拿球从门后走，另一个后卫在门前站好，不要有停刀，不要有站着传球的这个现象，都是在跑动当中把球传起来。你打中锋、边锋，后卫是那个谁，毛秉泽。小花，你是在跟我发誓吗？选我？发誓是吗？你能做好吗？你确定能做好？我给你机会了啊！好，野怪这个孩子他打球还是比较认真的。这个孩子的基本功来说的话，他应该是脚下功夫要有一段时间的提升吧。走，快速，快速，快速走，打门！你有速度才能打门，干扰我，干扰我。对，走，跟往前走，清楚了吧？快点抢，都快睡着了，快点，快速快速快速，快点抢上了偏修染。对，拿球走，加速，快速快速快速。妈呀，老年队都小心点，看点脚下。老人队，哇，看到了老年队感觉很惊讶。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老爷爷会打冰球。等一下，慢点，小心点。哈喽啊，过来行不？小朋友好，跟爷爷打个招呼。哎，队员来就地把冰刀换上，咱们换鞋了。哇，那有椅子，那有椅子。我进不了冰鞋，我不会，我的手完全冻僵了。不过来帮我们穿吗？我穿不上去，没办法，帮我一下。你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没办法，我先叫你的，应该先帮我。要你这么多，每人怎么给你拿？能进去吗？不行。还不行啊？来，等会儿。哇，这冰不行。来，行不行啊？没办法，我先这冰不行。啥冰不行？哇哦，这冰不行。行不行咱都来了，就得行，不行也得行啊。那人家那老大爷怎么都行，咱不行？谁老大爷？那冰上那不都老大爷吗？登进去没？这样叫老大爷不礼貌。那不叫老大爷叫啥呀？叫大大爷呗。叫大大爷啊。哎，爷爷能等一会儿啊。叫爷爷呗。可以帮我保存这个吗？雷佳音叔叔，你等会儿放马扎上面。爽不爽在冰上？要你这么多，每人怎么给你拿？哇，赵姐在冰上穿着袜子爽不爽？赵姐，冰刀穿上，一会儿冻感冒了。我知道，你知道个啥？你知道，你赶紧穿上冰刀。穿不上。一问三不知，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咱那椅子我一碰倒就了，只好这样走了。让我过一下。说就是冻感冒了，一会儿。是，我身体。就说你身体呢呀？说啥身体啊？说你身体呢？脚部身体啊。你脑上贴的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？晕车药啊？你咋还晕车了呢？啊。进来没？你挡一下，爸就俩手。那就别当爸了吧。嗯。我给你洗。你先洗哥哥，帮我弟一下行不行？好。你能系紧吗？嗯。Whatever this world can give to me, it's you. You're all I see. 跟老爷爷打比赛前，我想让千玺哥哥给我穿鞋子，但是我看到好多小朋友都让他穿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进来没？哎，你别找这儿。
后来雷爸爸帮我穿的鞋子。进来了吗？可以啊。好嘞。这咋走啊？这怎么走？这是第一次上露天的野冰场，第一感觉就是怎么回事？里面还有冻的鱼，很惊讶就懵了。我觉得和正常的冰裂是不一样的。我把当时睡下来，然后直接砸了个头湖面，我就只能游冰泳了。给我！哇塞，那是个湖，都是冰了，就是很害怕，一下冰就裂了，你掉下水里。这嘎子滑的都不错呀、啊，哎，真不错，啊，真挺好啊，好，漂亮，呀，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感觉是有的人都不会滑。起来怎么的了？这鞋不好。这鞋不好啊？怎么不好啊？来，我给你看。来，爸爸帮我穿的鞋都没有穿好，太紧了。咋了？怎么了？没穿进来鞋。鞋没穿进来啊？没事吧你？那鞋没穿进来，你谢谢谢谢爷爷没有啊？谢谢啊，谢谢爷爷啊！鞋没穿进来。后来打冰球的老爷爷，看到我不舒服，然后就帮我借了鞋带。您今年多大呀？69。69，哎呦，比我爸还大。因为像这个年纪的，就是那个大爷爷爷们，其实家里边大多数可能都有孙子什么的。然后我看到咱们那个，比方说那个李成岩鞋没穿好，然后一帮那个老先生蹲在冰上给孩子们穿鞋什么的，这个画面挺温馨的。把他们召集过来，来列队了，列队，站一排，来站好了。现在收获就是觉得，年纪老了也是可以打比赛的。不管自己是受到多大的挫折，都是可以继续做你想要做的事情。他们这么冷的天，在野冰上打冰球，让我更想进国家队，很热情。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。我还想跟爷爷打比赛。爱的代价。哪是你家？不用穿鞋了，直接进来。啊，对，来了，自己开门回来了，他遭命了。老高兴了，回家。我跟你妈说，自己进来。别看密码。不看密码，不看密码。不看密码。这看不见。哎，进去了。是不是你家到底？他忘密码了，好像。大哥别跑，开了，是他家。Hello。好了，进了。欢迎大家。Hello， 你们好。请进，小朋友。我闻到酸菜味了呢。是酸菜了。嗯。欢迎。咋的了？您请坐。啊，好。哇！咱俩是不是能省点事儿啊？太好了，吃个饭，对，让大家家长照顾。进到贫穷人他们家里的时候，就当地特色菜就做了很长很长一桌。非常非常浓烈的这种当地东北人照顾客人的这种气息，有很多很多好吃的，你们随便拿。而我们去了铁罐家，我都跟他做了一年的朋友，我都
没去过参加一次，我觉得很伤心。别说了，不好意思。晚上都对我们很热情，然后什么东西都要献给我们吃。哎，咱以后啊，到另外一个地方都要去孩子家里。不知道啊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啊，我觉得挺好。我也觉得挺好的，挺省事儿的。铁锅，感谢小朋友雪，小朋友雪，范思杰雪。去吧。你们别看我的小时候照片。没有，铁锅没有关系。哇，你居然有这个！来吧，小朋友。太溜了。铁锅让你们去他的房间看参观一下，去吧。有钱家。去吧，去吧。看看参观一下，看有没有好玩的东西。照片，文文，看看铁块房间，你看看，没有关系，开开了，看看吧，看看吧。对，我的变脸玩具，变两个脸，变两个脸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哇，这么多！小棍儿，小棍儿哪去了？在里边呢。快出来！哎呦我的天哪！那小脚丫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要是养14孩子，我就得疯掉。疯掉我已经疯了。我在想你们这两天怎么过的？发火呗。发火也不好用，他们完全没有概念，对吧？没有反馈，说什么吧，大家对对对对对对玩儿，对，融一下特别难。但是铁罐有个秘诀，啊，如果铁罐闹，你说我给你打电话告你爸，他一就说你好多回了。大家看我刚才做的那几块，呀哎呀，哎呀，凑显呗。简直要疯掉了啊！小孩一进来都吃，咱一进来喝热。你在家怕你爸怕你妈？妈呗。那一会儿给你妈啊？不要。真不要吗？好。神肉。我只告诉你，我在我家怕谁，我在我家谁都不怕。谁都不怕？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啥时候上桌啊？咱们？快了啊！快了啊！等着你们烧菜呢，不是上桌。啊，我们也做吗？我们做吗？不是吧？啊，热热的。少吃点啊，一会儿吃饭呢。我感觉你们有点开荤的感觉，是不是在家里不让吃啊？在家都不让吃冰淇淋。没有，他们在哪儿嘴都不闲着。还有好玩的东西，你没发现？你们应该再去探索一下。来吧。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在你平常玩的房间。
姥姥那个屋，铁块，姥姥那个屋。铁罐儿换酱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呀？你们看，要谁要是表现不好的话，我就给他这个。有什么玩意儿呢？这谁呀、啊？这什么呀、啊？这是乐高。乐高啊！啊！我这个给大家分，大家排队，我给大家分。行。铁锅。啊，对，我给大家分。是你们仨脚臭啊！我要人我的铁锅。不对，铁锅我也要人。啊，你们分吧，走走走走。我想要那个太阳饼。你要那个。来了，吃饭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。来，开饭了，铁罐儿。铁罐儿，分完以后带小朋友吃饭来。行，你们先走吧，走吧，你们先拿着走吧。来，自己找位置坐吧。宝贝们，你们往里边坐啊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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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坐，请坐。收冷饮了啊，来，收冷饮了，来，来，来。不是吃饭了，算了，少吃点。一会儿那个吃饭吃凉了，一会儿再吃。大伙赶紧坐坐坐坐，找地儿坐了，快。找地儿坐。哎，我跟朵儿一起坐。往里坐，往里坐，孩子们。可以开吃了吗？等一下再吃吧。铁锅，人家是到你家里来做客，你要有点礼貌。大家坐，大家都请坐，请坐。只要大人动筷子夹一道菜，我们就可以都夹了。儿子。你去做那就去，儿子。你去做那去，儿子。你做那去。大人要是一直不吃，你们就不能吃。对，我说的有道理。宝贝们不要动啊！不要动啊！先回头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啊！哎，不要动，哎。来，美坐吧。等等，能不能丢点果汁吗？来，坐。要不？额头发了。我看看，我看哎，又热，发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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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体温计吗？有体温计，发烧了。说啥呀？皮，啥皮？他说豆腐皮儿。给我来个狮子头。宝贝儿，我们去上床上躺。去床上躺会儿吗？出来怎么不说话呢？上床躺会儿吧。哎呀，来，过来，跟阿姨走，跟阿姨走来，跟阿姨走，我看看你重不重，我来，哎呀，烫，烫，不一会儿带你去医院了啊，来吧，哎。这体温计这咋看着现在都这样了，这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呢？看那水银珠，哪水银？就那种中间转一转，它中间会出来粗的。啊，哦，以前不是这样。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加一下，来，加哪个给我？这样夹住，搁住，夹住，好嘞，夹住呗。我看这得38度吧。差不多了吧，几分钟。冷不冷？冷不冷现在？特别欢迎大兵小将的所有的小朋友来铁罐的家做客。那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片秋然，铁罐的妈妈。这位呢是那个铁罐的爸爸，
我旁边的这个是董阳妈妈，对，董阳的妈妈和董阳爸爸，然后这位是王志同的爸爸，那个是王志同妈妈。马上春节要来的时候，敬在座的客人新年快乐，欢迎大家来我们家，然后用我们东北话说，你们就多吃多喝，开心一点啊！来来来，好嘞，别麻烦了，欢迎欢迎，好嘞好嘞。哎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好，小朋友，你们都碰一下，来，都碰一下。来来来来，尝尝东北菜啊！咱俩喝一个吧，辛苦了。哎，这些孩子太闹了哈！平时他们都怎么捉你们的吧？我们就忍呗。忍呗啊！真的，这太累了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跟千玺晚上自己搂着互相哭。你们真的给我们特权，我们发脾气，你们别怪我们。你们可以拿冰球杆拍他们，拿冰球杆拍他们。啊，你下去手吗？打出来！你心疼啊，看着也。铁罐你自己说说，铁罐你说你表现的咋样？这几天汇报一下吧。哎呀，让别人说 no 你是，这是你家，你要第一个说好吗？自己说。我还是不想回家，因为爸爸妈妈总在家里说我。我还是喜欢在宿舍里住，多好啊，能在一起玩。然后几天豆奶姐带我都非常好。怎么样？完事了？这完事了。不开心，这个我爸了，我爸成天说我，我都给我爸编出来一个口诀了。嗯，口诀就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老师告我爸。我爸打人可狠了，一踢一脚一巴。没，铁罐表现挺好的，我们队选了四个那个守护天使，守护天使，他是一个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三位家长也给大家都准备了礼物。好，鼓掌。好，叔叔说句话啊，因为你们都是打冰球的这个大兵小将，叔叔呢给你们带的 NHL 队徽队帽，导人队，看有认识的。然后作为一个纪念，大家希望大家将来打球都打到 NHL 去，好吧？我们呢？梁毅，拿一个。谢谢，赵姐。默默，您报正好。今天很高兴有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来我们家做客。平时里，谢谢你们对铁罐的关心和照顾。能看得出来，这个像一个999一样温暖贴心的大家庭。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起快乐成长。马上要过新年了，我们写个春联或福字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可以写什么福啊、寿啊、爱呀、啊、什么的，会吗，王子？我爱。你也会啊？会吗？好。铁罐，你好好学习，看切一个。他写的是连笔字啊。对呀、啊。你们好好学一学。我觉得千玺哥哥写的福字真的很好看。我写个福啊。行吧。啥呀？鼓掌啊，鼓掌。啥呀？福字啊。爸爸后面是两笔字，不好看，非常非常难看。丰盛的家宴，寓意满满的礼物，冰球小将们终于在高强度的集训当中获得了片刻的调整和休憩，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加努力，
越来越好。经过了一晚的休整，孩子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。今天他们将迎来成军后的第二场正式比赛，而在这之前，冰球小将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事要做。小朋友们过来集合，我带上楼吧。那我来来，那我们七个上楼了，走，来，进来上炕了都，我得躺一会儿。咱们这个队成立了以后呢，咱们得有那个队呼。大头，大冰小将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啊，玩儿。来来来，大冰小将什么？哎呦我天，大冰小将什么呀？我不行了，我伤神了，有点。我也伤神了。你也伤神了。咱们现在要商量一个队呼，比如说喊什么加油啊，或者什么大兵小将这个口号。哦、大兵小将加油，大兵小将必胜。就是这就太简单了，我们也讲一个稍微难一点。人心齐，泰山移。人心齐，泰山移。大兵小将加油加油。可以，这也可以。来，大家围一个圈，所有人手拉手，手拉手围成一个圈。来，别动，别闹了，别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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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没发现我们挺累的吗？大人也挺累的。听话。哎，你们要再这样啊，集体罚站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好啊。雷爸爸。谁说好的？谁说好的？来，出去，出去，不要你，这队不要你了，别录节目，出去，不要你，这队不要你了，别录节目。以后咱们队十三个人，没有你了，好不好？不说了，出去，出去，门在那儿呢，出去。输了，出去。真不说，假不说？真不说。真的吗？看到没有的？再这样闹不听话的，出去。咱们队不少你们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我觉得一个就是主观能动性上的问题，首先你态度上得端正；二就是由这个态度延续的一系列问题。我希望我就是生活中，哎，跟他们就是那种。啊，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，但是该严厉还是严厉。听话吗？听话吗？好，谢谢你说。把手都松开，假装手里拿着我们那个球杆。我们的口号是：人心齐，泰山移，大兵小将，加油加油。都记住了吗？再来一遍，预备，开始。人心齐，泰山移，大兵小将，加油加油！这像个队伍，鼓掌。好了，大兵小将有了自己的队呼，马上这支队呼就将和大兵小将一起迎来他们第一场正式的客场比赛。希望这句铿锵有力的队呼。能为大兵小将队带来更多的力量和团队凝聚力。哎呀哎呀，根本想不到。妈呀，为啥今天不能这么惨呢？今天可能就说一个狗血个金小树愁的话。下午就要见到金教练了啊。铁罐你可以不用上了，你可以直接给我下去。铁罐，我要去训练了，你去不去？去不去？今天下午完就不能去。别理他了，直接。金教练不得更弄死我呀？走吧，走吧。不行。走吧。小朋友们，过来集合。你能不能打？能打。能不能？能。拿球就乱扔吗？赢球不是这么打的，知道吗？动动脑。
所以对性格比较外向的孩子，我会故意的很严厉的去敲打他一下，习惯先学会思考，而不是凭着蛮劲儿乱来。面向大家，对不起金教练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一定努力训练，每次打比赛都会尽全力，然后我每次上冰都得好好滑冰，我不能当一个一事无成的人，期待自己变成更好的铁罐，不让爸爸妈妈和教练费心。偏秋然，好了。偏秋然呢，虽然在上次比赛还有在训练当中有一些失误或有一些不认真，那么检讨写的我觉得还可以，我希望大家以此为例，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，都能够认真的去完成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对你自己自身来讲这也是一种历练。偏秋然的检讨给自己也给大家都提了一个醒，我们始终希望冰球小将们能够懂得，只有每个人珍惜集训的每一天，才能最终成就一支强大的队伍。赢了！哪个鞋不好好说话，好好说啊！别没发脾气，你告诉我，说。你这个黄不好？哪个黄不好？鞋不好还是冰不好？啊？鞋不好啊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只能哭。咱下去穿着。小小，姐。